Hell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James Camera Life。那之前我记得有几期节目为大家提供过这个就是动画字体的这个模板，对吧？好像是有300个吧。那比较遗憾的是，就是之前的那个模板比较没有经验，所以的话它只支持英文字体的一些变化啊。那中文字体的话你可以用，但是字体没办法修改。那这一次的话，我为大家带来了另外的22个字体模板。那同样是很简单的一个安装，你只需要将它解压之后拖拽到你的这个图形面板里边就可以使用。那你需要把这个动画字体效果用在你的视频上的时候呢，你可以拖拽其中一个到你的这个视频上方，然后去做修改就可以。那它的位置、它的大小以及它的长度，还有字体，你都是可以修改的，特别是字体。如果你的电脑里面安装了，比如说很多你下载的喜欢的英文或者是中文字体都可以，你直接就在它的这个右边的编辑栏目里边去修改字体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这种效果，再比如说这种效果，还有这种零零总总的效果，那都是可以用在你的视频里边的，而且也都是免费的，没有任何的版权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那具体的下载地址我放在了屏幕的下方的详情里边，点开之后有百度网盘的下载地址以及这个提取码，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去下载来使用了，也希望你能多多关注我的频道。喜欢这期视频，希望你可以一键三连，然后关注我的频道。另外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大概可能在1个月左右啊，那么我会做一个抽奖的一个活动。那具体的奖品的话，有补光灯、有无线麦克风这2种商品，那大概会抽出大概2到4位的幸运观众。然后我会私下联系你，然后需要你的地址，我会把这些东西邮寄给你。那大家需要做的就是在收到这个东西之后，需要拍个照给我就可以了。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的频道，那就期待你的参与啦，下次见，拜拜。That's good.